歌曲我全会，你们会不会？会不会？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开心歌迷会，我是管彤。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们开心歌迷会的这位主人公啊，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他真的是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哎，小尼，你知道吗？那时候如果你要是不会唱上他的一两首歌的话，那就叫土。我要不会唱他的歌，我就特土啊。那我想请问一下，他最火的那个年代，我那会儿能唱歌了吗？我会唱歌。我想想，先别说唱歌，我会说话了吗？我想想啊，那时候啊。你顶多也就是一个那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了，对，连小屁孩都不能算，可能就是个小婴儿，你知道吗？我估计那会儿我连开裆裤都没穿，我穿的是尿不湿。那这位歌手他究竟是谁呢？对，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有请歌手张强，欢迎。你知道吗，张强，真的是今天这个开场对我们开心歌迷会来说很少有，因为开场嘉宾一般他们就只唱一首歌，但你刚才是那个唱三首，是因为大家实在是难以决定哪一首作为开场曲。对，索性咱们唱一个，是串烧吧。我相信张强所唱的这几首歌一定勾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回忆，虽然刚才开场的时候说了啊，张强出道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所以我想真正搞明白张强出道是哪一年。我正式出道的时候是
1985年吧。1985年，大家想想，我才两岁，我两岁听什么歌啊？但是知道张强要来，我们今天有几位女同事特别特别的兴奋，跟我说了他们的故事。就有一位女同事，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让宿舍里最有钱的那个姐们儿去买你的一张专辑，每出一张他们会买，然后拿这个专辑晚上偷偷到那广播站里，拿那个特云老师的双卡的录音机翻录，翻录就整整一晚上翻录好几十张，然后同学们都拿回去听。虽然说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盗版的意思，但是说明大家对于张强的歌声是多么的如饥似渴。谢谢谢谢，哎呀、那今天那位同事也在我们的现场啊，那今天就不请他上来了，默默的听你的歌就好了。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看到张强，真的是会想到自己当年听这歌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啊。所以很多朋友今天再一次见到张强，肯定有很多话想问，比如说这些年你都在忙些什么呢？对，我都在忙我的孩子。孩子哦，说到孩子，孩子几岁？我的孩子一个大的24岁，小的是6岁半啊。对，哇，真看不出来哈、啊，已经有一个24岁的孩子了。对对，我1988年就是离开歌坛的时候生的。哇，真的是岁月在张强的脸上，尤其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几乎没有什么留下痕迹的地方。你知道张强那时候造型特别火，不像现在这么淑女啊。你知道当时张强出道那时候是引领潮流是什么样的吗？爆炸头，爆炸头，短的小女孩。哦天、哎，我跟你说啊，那爆炸头啊，我留过，那苍蝇飞进去都锁住，啊出不来，你知道吗？扑噜扑噜，我的哎呀，太恶心了。那个时候张强也是引领了潮流，哎呀，就这张，对，哎，谁给你设计的？这是我妈，不是原来我们都留山口百惠那三旗头吗？啊，这拿那个就家里那个就什么筷子一烫，烫完了就全立起来，就跟这个似的。哎，你当时自己觉得美吗？是觉得特美？我觉得特美，我对着她拉提琴。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对于张强这造型吧，还是略有争议的，是吧？有人觉得这小女孩梳这样的头是不是代表着哈非主流啊？那个时候因为好听点叫非主流，因为舞台上这个大家呈现出来的主流的那种歌声和我们歌唱家的形象都是非常的端庄这样的，得是管彤这样的。但是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潮流，这么一种时尚尖端的东西，可能大家一时都接受不了，但是慢慢的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大家都是会心一笑。看这个，所以哎呦，这发型来到开心歌迷会，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都卯足了劲儿，想要好好的去过过瘾，听张强尽量多的去唱歌。所以今天刚才开场的三首歌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啊听的。接下来我们还要让观众朋友们自己来决定你们还想听什么歌，好不好？来，大屏幕上即将显示备选歌曲五首。管彤，这几首你都熟吗？恼人的秋，恼人的秋风，你那会唱哪首？你们想听哪首？哪首？你们一个一个来。哎呦，怎么办？这场面我早就想到了，你知道吗？我想先问管彤，管彤你最喜欢哪首？因为管彤对张强的歌也是很熟悉的哈。其中几首像《恼人的秋风》，就是那个好好爱我，好好爱我啊，主要是小雨来的时候。哎呦，你看刚才就是你说让大家选，选来选去也没选出个所以然来，怎么办嘛？这样吧，就都唱吧。哎呀，行吗？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干嘛？那就都唱吧。呀，不是这个，谢谢。这个在我们开心歌迷会没有啊，因为大家对于这些歌实在是热情过高，所以张强也做出了个决定，这首歌挨个儿都唱一遍。哎，对，你们坐下歇着吧。没有什么事儿了是吗？对，来，太过瘾了。好，舞台留给张强，给我们带来五首经典的歌曲。谢谢，谢谢，谢谢。
让我
参加我们这一期开心歌迷会的录制啊，做了精心的准备，还专门带来了自己乐队的一帮好朋友，这样给我们逐一介绍一下各位好吗？啊，来小蔡介绍一下吧，我用我们乐队的这个好来这个鼓手。哎，大家好，我是全美的犯罪乐队鼓手，我是蔡少勋。那这边 keyboard 手黄河。我们的这位是我们的主音吉他手王双峰。这边节奏吉他手赵雷。是贝斯手三宝黎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欢迎我们乐队的这些特别热爱音乐的朋友。还有两位呢，我们是报幕员小尼和管彤，今天为了配合张强，我们两个穿了两件绿衣服。对，绿叶衬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引起了大家非常强烈的共鸣哈。你看，一开始唱了三首开场歌，刚才连唱了五首，这就八首了。我知道，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知道好像也总共出过29张专辑之多。对，30张吧。30张专辑，光这个84年、85年就已经出了16张，专辑销量2000多万。对，我也不知道这谁给统计的，我不太清楚啊。没把我们那个复制的都算进去吧？不知道，反正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只唱八首歌真的是冰山一角、啊。是，我觉得如果只唱八首的话，现场的歌迷是不是会觉得亏得慌啊？想再听吗？今天现场的歌迷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不如这样。我们给今天张强所有的歌迷有一个和他们心中偶像互动的机会，好不好？好，怎么样？好，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互动游戏，要选出三位铁杆粉丝，你们在哪里？谁愿意参加？你，这位粉色衣服的，好，欢迎张强的三位歌迷，都是特别喜欢张强的，对不对？是吧？来，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叫什么？怎么称呼？王轩。王轩，你喜欢张强有多少年了？20多年吧。20多年了，6岁开始喜欢。哦。哎呀，真是，那喜欢到现在，有没有跟他进行过表白？表白过啊。什么时候表白过？我有一次一起吃饭，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表白过了，我说见到你以后我可以结婚了。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别扭？什么意思？就见到你，我的心愿就了了，我就可以放心的去结婚了，啊！但是我还有一点，就是做张强的歌迷，还能让他请吃饭呢，这事挺好。他请我吃啊，他请你吃，好，好，这位，在这里呢，我太激动了啊！嗯，我今天不容易啊，我特别小的时候都。
都喜欢我们的强姐，多想多想，少年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现在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台上跟我们强姐互动啊，我还是代表我们的来自武汉的歌迷啊，对我们强姐说一下啊，我们都永远爱你，强姐。哎呦，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大为不解，为什么你从少年的时候，现在变成了？但强姐到现在还是一副少女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三位歌迷和张强进行个游戏互动。哎，那我们的规则就是由张强演唱歌曲的上半部分，或者是在任意地方停。哎，接下来由三位歌迷接唱，哪位歌迷会就赶紧抢麦克。好，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为什么一直闹人的就来告别单身？接得这么完美，接下来看是什么歌呢？下一首歌，朋友，你是否曾爱过？爱的滋味是什么？请你告诉我。承诺有人这么说，爱真是难以琢磨。有人这么说，爱是甜蜜人难过。有人这么说，爱真是难以琢磨。有人这么说，还有什么？我为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一根红线送到你手里。告诉我你的心里喜欢谁，把你们连接在一起。撒一把爱的种子在大地，让爱的花朵开放在四季。告诉我你的心里那一种人，我为你播在他心里。爱神不会忘了你，爱的使者就是我，为了你到这里。要专注你的心，还是要坚定你的情，你俩就会长相爱和你。希望在下次相见的时候，看到你爱的成绩。谢谢，谢谢张强哥，谢谢我们三位歌迷啊。三位歌迷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最终评定的是我们的张强，
你觉得谁唱的最好？我觉得他们三个，我觉得，第一名是这个，第二名是这个，这第三名五音不全，词儿也不记，词儿也记不住。但是他好像有点很不屑的样子。但是我最喜欢张强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三位歌迷今天都表现出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和对张强的喜爱，所以应该有点表示，对吧？我们张强也准备了礼物给我们的歌迷。啊，独家照片哦，哇，签名照片，谁有？啊，有签名照片，你对对对，他发给人，你这是真的是越俎代庖啊你！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哎，就分了，哥几个就分了，分了啊，好吧，来，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三位热心的歌迷，谢谢你们，发现张强的歌迷实在是太热情了，我相信这么多年以来也都是这些歌迷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给了你力量，对不对？对，是的。其实这些年来呢，张强的歌声打动着很多人，但是我知道哈，张强应该是受家庭的影响，出生在一个音乐的家庭，对吗？对，因为我妈妈、我姑姑他们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流行音乐，我觉得这才能代表我们这年轻人这一代。我喜欢越快越快的歌，越好越嗨。可是呢，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我喜欢一些有深度的音乐，我更喜欢民乐。民乐，说到民乐。我知道这个张强的姑姑对你的影响也非常的深，是吗？对，我小的时候他练琴，我放了学就会去找他，坐在旁边看他练那个练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对，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就是他弹的一种琴叫做箜篌。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非常漂亮，他有一个凤凰的脑袋，像竖琴一样，但竖琴是那个单排弦，它是双排的。我姑姑是这个琴的创始人。这个琴的创始人。对，这琴是古代的琴，但是它流传了、失传了。但是我姑姑非常聪明，她重新捡起来这个乐器，找人家去制作啊，去所以我希望我能跟她有很好的合作。哎呦，那今天我们有幸在开心歌迷会的舞台上见到咱的姑姑吗？有啊。来，有请中国箜篌第一人张强的大姑。也就是我们的崔君芝老师，欢迎你。来，哎呀，姑姑好美呀、来，观众朋友，为大家郑重介绍一下，现在站在舞台上的这位白衣飘飘的姑姑啊，是世界首席箜篌演奏家崔君芝教授，有请，欢迎你。之前跟张强有过合作吗？在舞台上没有，从来没有，这次是第一次。哎，在开心歌迷会能看到姑姑和张强和他的姑姑一起来表演。对。好，来，我们有请箜篌上场。箜篌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外形是有点像竖琴哈、但是它比竖琴看起来要复杂太多。这有多少根弦啊？有72根弦，每排36根。72根弦，我天！这是弦乐当中应该是弦数最多的吧？呀、在尤其在这个民族乐器里，它是弦数最多的。所以我觉得要掌握它，确实是需要有很高深的技巧，要练很长时间。对，我小时候一放学我就去看姑姑练。哎，那你学会了吗？你会吗？我不行，你不行，你今天只能唱了。对，我也不行。哎呀，今天我们特别难得能看到张强和他的姑姑一起来进行一个表演，但是舞台上好像总是还缺了一点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安排了一位神秘嘉宾，掌声有请著名歌手常宽。有请常宽，你好，欢迎常宽。来，咱姑姑，姑姑你好。哎，常宽，你说，哎呀，你这那是我搭档好吗？欢迎常宽。好多年没见常宽了，你怎么还这么瘦啊？你这秘诀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都没变，没变，对吧？哈，就是天生就是站在台中间唱歌。哎呦，那他，哎，今天常宽为什么会来到张强的开心歌迷会呢？你自己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老朋友，老朋友，青梅竹马一起唱歌的。小时候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孩子也第一次登台，就是张强。那是哪年啊？那是1983年吧，84年，在这个中央乐团的乐队，我们在燕山石化
对，那个剧场演出。哦，他唱了10个，我唱了8个，少唱俩，那真的是两个好朋友，很有渊源，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对，我想不到我们这么大年龄了还能合作啊，不能说透露年龄啊，美女。我想问一下，两位和姑姑这种三位的搭档合作过吗？没有，别说合作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他有姑姑，就是刚告诉我这个哈。我姑姑一直在旅居美国，所以、哦、难怪啊，我在国内我就把美国门冲哪边开我都不知道，我都没去过啊。今天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强以及他的姑姑崔老师，包括常宽一起为我们带来这个节目。咱们以后得多来几下啊，有你少的时候。对，其实就是我特别喜欢张强是一个原因啊、嗯、就是我认为他呢就是一个有魅力的喜欢唱歌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妹妹。大妹妹，对，北京大妞啊，什么什么当那个不像现在的人唱歌，而他不是，他就是我就喜欢唱歌，我就想把歌唱好。嗯，然后从80年代开始他的嗓子就那么时尚。嗯，就那么前卫，还就那么性感，哎呦，这对吧哈？这评价不错，评价很高。而且说，哎、嗯，在那个年代吧、嗯，就这种性感的声不行，嗯，认为是靡靡之音。是，就现在听起来就多健康、性感的女孩的声啊，对不对？看出来了，这常宽和张强确实是发小。是是是，你刚才说的是舞台上的张强，那么生活中的张强是什么样的？嗯，就被他妈管的哟，哎呦，对，我跟张强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们都是16、17岁开始登台吧？对对对。那么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妈妈，就是北京有俩星妈，一是张强的妈妈，一是常宽的妈妈。对对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小啊，就老带着我们出来，对吧？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就是允许家长带着孩子出来。那时候人都说我们那个，说我们摆谱，啊，说我们那妈妈跟着。妈妈还有时候给我们找一车，其实就是单位的一破吉普带着我们演出去，就跟经纪人似的。哎，其实也不叫经纪，就是帮我们准备衣服、化好妆。嗯啊，但是要是现在咱们妈妈出来就值钱了，现在叫亲友团啊，亲友团，对吧？你们那小弟弟小妹妹要参加选秀去，要是没亲友团，这人淘汰了。
对吧？还就是那咱们那时代太早了，咱们玩的也太早了、哎。然后也正是因为他妈妈管他管得太紧了吧，从小这个男孩没法跟他说话。那你怎么跟他说上话的呀？我说的也少啊，这不是到今天了我们才说的更多吗？哈，哎呦，你想说什么呀？关键是对呀、啊，不是还有就是小时候吧，他们都特怕我，认为我那个留一长头发、嗯、啊，弹着吉他，身边一帮小伙子，认为我是那坏人。你看、嗯、你是男孩子留了长头发、嗯，我们这是女孩子留一爆炸短头。对，那个张强那会儿他妈管他严，也就是防着你，主要是别人没事。其实早应该在一起啊，音乐唱歌是吧？哎，的确。那会儿只有星妈，实际上今儿知道还一位星姑呢。星姑是啊，就是啊，这个哈，如果早跟姑姑合作，这新民乐咱们又突破了。是，掌声送给我们的崔老师，谢谢，感谢张强歌迷今天的热情，谢谢你们。当然，场外的，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开心歌迷会以及张强的歌迷，我们也没有忘记你们，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场外的题目。请听好，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题目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哎呀，你要不要帮我念题啊？我来吧，你先说。啊，今天说到了，其实我们听张强歌的那个年代都是通过那个卡带，就是小的那种卡带来听，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这道题目就跟那卡带有关，我们常用的合适录音带啊，就这么大那个，每一个孔中是五个齿，对不对？就是五个齿，对不对？哎呀，你看我们听那么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算过，我也不知道啊。谁注意过这个呀？我知道拿一铅笔穿进去，它能卷。是，没错。倒带的时候就拿铅笔，那是最简易的方法，没铅笔就用手指。但是谁曾注意过这个卡带，它里面的孔，每一个孔中是五个齿吗？如果你正知道答案的话，欢迎你拿起手机发送短信，编辑字母 T。加上你的正确答案，对或者是不对，发送到10669999082，开心歌迷会将帮助你实现家庭梦想。谢谢，来，赶紧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吧。来，今天我们开心歌迷会的主角呢是张强，那现在站在张强身边的呢是你的发小，也是好朋友、常宽。对，刚刚你们两位跟姑姑已经合作了。但常宽没有开口，我觉得有点遗憾。没唱，他刚说了不过瘾。对呀、啊，非得唱才过瘾呢。我觉得我喜欢常宽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叫做《行路人》。好，那哎呦，那30多年前的歌了吧？哈，哎，对，那是当时的九州方圆的、啊。对，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算第一个音乐电视哈，叫《九州方圆》。嗯，可是那词儿我记不住了呀。我记得住，来，来，那我跟着他啊，这个哈，你跟着我走吧，就唱这歌了。对，说他说是真的，就唱这歌了，就这歌。行行，来，一起来，与你同行，这歌的。聆听30多年前的旋律，与你同行。来，有请两位。我也是新路人，一条漫长的路，两颗赤诚的心，只有新路人才了解新路人，脚下的路也深，心中的爱也真，我们从夜从夜走到了晨，我们从冬从冬走到了春，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我们从夜从夜走到了晨，我们从冬从冬走到了春，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有你与我同行，再累也心甘。我觉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在算张强已经一连续唱了十好几个歌，算不过来了，挺心疼你的，挺累的。但我知道我们歌迷朋友的这个心声，就是希望张强可以唱得越多越好。嗯，这样吧，那我们再加把劲儿，我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再选一首，咖啡屋。
我想好多人都熟悉这首歌，好吗？一起欣赏这首《走过咖啡屋》。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转眼之间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该跟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张强一首首经典的歌声当中共同去珍藏这份感动，这一份回忆。我是管彤，我是尼格买提，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心歌迷会，下期节目再见。无奈炸了小包面，我爱你。哎呀妈呀！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爱是你我，这调根本就没到天津呢。你吹这个歌跟小尼有一拼，给我拿了一份礼物。哎呦，还送礼呢。我爱你，妈呀！映山红，天天后在。